欢迎来新闻现场，新闻继续要来看是嘉义高峰呼伦社，今年大型关怀活动系伫各界响应含好评，立委延续着关怀救人的善行义举，在经过百年同步一天，也就是12月31日，将号召嘉义地区民众来响应关怀，将爱传递到新的一年。去年嘉义高峰呼伦社举办过嘉义地区同大型的关怀活动，系伫各界响应含好评，为了寒冬气候增添温暖。行政社长周忠业将带领社团扩大关怀献爱心，结合台南嘉义关怀中心配合，在建国百年最后一天，12月31日，借由着启明路台湾灯会广大场地，布置着五台关怀车，方便关怀民众来参与。先感谢去年高峰呼伦社在这个年底有举办大型的关怀，拢总有1181台，有四台车，创造真好的高峰啊，真好的这个成绩。我希望各位观众在此咱听受这个高峰100年关怀救人啊，再创高峰我希望各位观众，因为今年寒冬到啊。这个关怀较欠，尤其 A 型、B 型、AB 型这三个肺炎较欠。我呼吁各位来踊跃来参加这个节界。周总兼社长普通社都关怀习惯，3个月前就关怀，现在等待年底，这次全嘉义地区同大关怀活动再次来关怀，历经过百年关怀救人再创高峰，就在年底同步一天，但是因为这段期间会很是同检测的时阵，高峰呼伦社呼吁社会大众比起手五来关怀，双方感谢关怀人准备敬上白米、老爷新娘来一个抽奖梗，要来抽出着液晶电视等大奖，欢迎踊跃来共享盛举，关怀救人。这是我们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